我吃了那螃蟹的时候，在晚上正好我们跳舞那个，那跟我挺好那个，他上下去上咱们去了，去了我们不正搁那扒螃蟹吃呢吗？嗯，完了那个他正好赶上了，你就把他缠的呢，哎，给他没给一个，我没给他。哎呀，这吃扣食都不是啊！哎呀妈，朋友来了，给一个能咋吃俩？谁到呢？一就搁那念叨，哎呀，我一瞅你吃那个螃蟹呀，那里头就像那个鸭蛋黄似的，叫唤叫唤了。漂移呢，大哥呀！哎呀，你不知道说啥？儿子，小熊在哪儿呢？在哪去呢？啊，在那儿。还哪有小熊？俩小熊。对了，这咋他也知道呢？也不见过。他吃奶的时候一阵直袖子，我说儿子这是小熊啊，他就记住了。但是胸前的我没告诉他，寻思这俩一样的那就都是小熊。妈呀，挺尖的。儿子，给妈妈音乐，妈妈要跳舞。给妈妈音乐，妈妈要跳舞。呀，真能蹦的。我说等冬天给他搁这块修个滑梯行不行？这块儿修个滑梯不是，就搁那雪和那个冰，雪浇水不就成冰了吗？嗯，完了给他雪堆高点呗，搁这地方是不是？堆高点，完了浇点水，它不就变冰了吗？滑下去了就行不行？行，是吧？这院儿完还够大是吧？嗯，锻炼。冬天玩意给他给乐坏了的，他没见过雪呢。奶螃蟹你吃了吗？吃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可香了。满吗那黄？那黄挺好的。挺好啊。嗯。行，你吃那玩意儿。这玩意儿啃三个呢。啃仨呀？还喝的二两酒。哎呀。这家伙，螃蟹就酒，越喝越有是吧？对。哎呀，这吃那么半天呢。吃了那一个来小时，牙不好的慢慢硌。你那牙还不好，那都敢吃。那不行啊，那你费力，我也害怕磕坏，我就慢慢磕。啊，你都磕坏一次了是吧？那可不是啊，那天都粘一次，我得小心。你可挺快呀，粘的。挺好吃。那就行。嗯。明天过节不行，再买点小一点的，便宜点的，自己买就不买那种不买贵的了。嗯。不买那贵的，有的。就吃这玩意儿啊，吃点就行。过节嘛，到这种就吃螃蟹季节嘛，愿意吃就买点呗。你过段时间想吃就没有了，啊，过时候了。吃的就是吃个味儿。你还有啥想吃的？过节？想吃啥？有猪肚啊，往里边。猪肚啊，有。猪肚肠呢？你买吧，猪肚。我家超市。行，猪肚肠吃不吃？肠也行啊，买一锅大肠，买半拉猪肚，那熟的，熟的，那你买半拉就行，够炒一盘就行。你说他那玩意儿市场卖那玩意儿好吗？他有的是能不能都是那种搁啥玩意儿泡的？你要是不要玩的，别买。那让该里他们谁那留呢？他卖肉那地方留呢？完到时候我取去呢？你说行不行？那是生的，反正是。嗯，生的这个洗还更好。更好，关键麻烦吗？反正得糊，得糊，那我就买点现成的吧。他那玩意儿反正也吃不坏人。你别买漂白的，别买漂白的是吧？漂白的可以检查的。你这啥肚啊？嗯，那不到时候我挑挑吧。嗯，那漂白的可以检查的呀。嗯，可以检查。怎么还坐那儿上啊？竟然被树枝都绊倒了，完蛋玩意儿！刚玩啥呢？哎呀，玩三角带呢！哎，我到时候给你改个鞭子呀，做个鞭子，完了到时候抽冰猴去。小就喜欢鞭子，是吧？那你给他做鞭子，完他都不听话，抽他。那我得抽。你说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抽那冰猴，找点三角带可费劲了，是吧？都没有都。那时候可得呀，做鞭子。你看他把这玩意儿抽冰猴，可有意思了哈。啊，那是哪有这玩意儿？冰猴治冰滑的。嗯，现在都没人玩了。哎呀呀！现在小孩都玩手机，那可不，还能玩上网呀？时代进步了，让他玩就不玩了。嗯，我有手机，我也不抽冰猴了。都不出外头了。嗯。那
大前你看核桃一帮一帮支那冰卡了。老我小时候就老多了。嗯嗯，再往前那更是。当时不让他看图，他现在搁那什么？山皮亚的。山皮亚可不是啥的。干啥去？哎妈！啊，你妈来着？我知道他看着死。看仙那玩意儿。没看着我奶奶呀？这六亲不认。你看着奶奶没？你戴口罩，我都不认像奶奶了，我都没认出来。你说人他奶多热情啊！你这奶奶呗，咋的？这活不开眼的，走吧，走回家。嗯，走。谁的奶？你妈洗。这不谁他太奶？这不谁太奶？眼皮一啷当的。可不谁，你看老啊。那谁？我一看家我大哥来了。来了啊！嗯，我说的你，我咋了你？走啊！走，走进你家热。走儿子，走，上那边抽去，走，上那边抽走。说这天一个阳光里还热，嗯呢，阳光里有风大。嗯，凉地方有点风就老凉了，完、嗯、了在阳光底下晒。嗯，啥呀？没暖和天儿的哈。那都热啥样呢？那我记得有一年三十来度，昨天差点没给我刮昏过。哎呦妈！哎呦，那啥。还不扛热，三十来度你坐那吧，他那叫懒的，人家俩没迷糊，就你迷糊了。那你也没干，你可能没迷糊呢。哎，老儿子，昨天那个螃蟹，哎呀妈，老好吃。螃蟹，你就那么些，哎，都造了啊，造了。哎呀，那晚上都给他煮，没拿送礼上。我送什么礼？我全造了，我寻思要割完了，他再死了该不好吃了，是不是？那肯定是不是？那活的不死他也空呢。嗯呢，哎呀妈呀妈呀，这里头咋那么凉呢？完了吧？那。哎呀妈呀，我哎，往我吃的时候，我吃的那螃蟹的时候，昨晚上正好我们跳湖那跟我挺好那个，他上下去上闸子去了，完我不正搁那扒螃蟹吃呢吗？嗯，完了那个，他正好赶上了，你就把他缠的呢，哎，给他没给一个，我没给他，哎呀你，哎呀这吃扣十都，不是啊，哎呀妈呀，朋友来了给一个能咋吃俩？谁到呢？一直搁那念叨，哎呀我一瞅你吃那个螃蟹呀，那里头就像那个鸭蛋黄似的，焦黄焦黄的，透红透红的。嗯，完他说真好吃，完了，他说真好吃，他没吃着的真好吃。不是，他说一瞅就老好吃，没说真好吃，他说一瞅就老好吃，搁那念秧呢，念秧完我就特意听不明白，我就装糊涂对。嗯。我没舍得给他，我心那么老贵的玩意儿，是不是？我给他吃不白瞎了吗？你说要别的玩意儿，我就让他给他点，让他尝尝。那好吃的玩意儿，人要说愿吃点跟前，我得给。妈，谁像你那么虎？不是你说那是听的是啥？是啥？太精了。不是太精了，那玩意儿你得分是啥玩意儿。那你那螃蟹那玩意儿，你那谁大壮不说？吃的不也是那么回事吗？那你这是先说吃香的，你那玩意儿，人说那一盒一千来块钱，你说那还能香一辈子？香一辈子，你就贵的玩意儿给人吃，太好。妈呀，你都这吃，你好吃的你给你没少给人家，你交给谁了？没交下，他又没人骂了。那对，也没人骂是吧？那好啊，没人说。可不是咋的，我晚上睡觉，我能睡好觉是吧？那不是。妈呀，没听说还好东给人家还能睡好觉。那你咋的？你就让他一直搁那缠着啊？哎呀，哎呀妈，这回我也没给。这回我终于知道你那团长为啥让人给撸了啊？为啥让人给清水？哎呀妈，不是，一是人不交啊，你这玩意儿。不是不交啊，你说他上咱家要是别的玩意儿，啊、我给他不能拿值钱东西交。张叔，你要包饺子的，你说你尝尝。对，包大萝卜馅饺子去。对，你包饺子啥？你给他尝尝。这螃蟹你心一个勾多少钱呢？那咱说的，你说那不便宜，你要摊着有身上的行，那搁筷子撅点尝尝，嗯，就行。要没身上的，那么夸夸那家要造几个，那我那么你算呗，六个，一共就六个螃蟹，六个螃蟹一千块钱，你算呗。那可不是啊，二百块钱一个吧。妈呀，我，你咱不是你别说吃俩呀，你吃一个半拉我也心疼。缩了口腿都不行。那不行，是吧？这家让我造的哎。这会儿实在吃不进去了，剩一个，啊，剩一个金掌，那没拿筷往下捅，没有，嗯、我金掌让我造，哎呀，真香，哎呀妈，一点没糟践，这玩意儿黄还大呢，是吗？哎呀妈，可好吃，挺好吃，哎呀妈，什么玩意儿都掉地，这家可吃口食，这我估计啊，明天你再想进那舞团估计费劲了，舞啥团的还舞团呢？
那螃蟹都吃了，跳啥舞呢？这真是厉害，还跳舞？管那啊，太嘎什么？太嘎了，太嘎了。就跟那咱家养的小宝宝一样，他不吃这玩意儿，那搁这护。人都说那玩意儿人随那狗是吧？他也不给人，你说不就随他了？嗯。哎，那宝宝那粮搁那儿不止，花花一去哐哐哐，哎呀妈呀！妈，他搁家。一提宝宝，他激动了。他忙着就那对忙着指着啥宝宝？那算对了。嗯。我说那宝宝那随我算对了，那什么好玩意儿都给人家，那自个吃啥呀？你上人家人不得有个好吃的给你啊，护食狗。护食狗，不是我说那宝宝，我没说你，宝宝最护食。啥都给人家那那还过不过日子了？啥玩意儿都给人家你。过日是过日，过日得搂一把撒一把，不能光。谁像你那么狠？搂一把撒一把啊，看没？舍得个。我说光搂不爽。我说谁像你奶那么狠？那啥都给人。哎呀妈！那我过一辈子我也给孩子都养大了，我也没要饭吃。妈呀，那跟要饭有什么关系？那不是，就单说这事。在人家整的，我也挺方便。嗯。你干啥来了？来夸螃蟹了？嗯。哎呀，明天过节了。过节你都不过完了吗？螃蟹都吃完了，庆祝了吗？不是，那一个菜过什么节？那不是正经的过节假日那天呢？明天是八节啊。嗯。明天是明天了。明天十五。十五。明天是啊。啊。今儿十四。今儿十四。我寻思你们回不回来吃啊？回吃啊？回过节啊？那你要有硬是菜就回来呗，那玩意儿还。那啥玩意儿硬啊？啥玩意儿硬是什么？那啥玩意儿硬是菜？有啥硬菜？我也不知道什么硬是菜。最好是有点大螃蟹。那你看你准备啥菜了吧，妈？啊？你看你准备啥菜了？俺们听听。我还没去买。去买，没事，买不着急，你就先说准备啥也行。完了，那个要好菜的话，你就回去吃。不是，那准备啥？我得看看我兜里多少钱呢？那够买啥呀？你兜里多少钱呢？你兜那两千，你不兜还有两千？干嘛你两千呢？那天都两千都丢干丢那些不钱了，还两千完，我还剩一千五。在家这几天还花的，在家花一千五，没花一千五，剩下没几个，花一千九百五，兜里还剩五十块钱，没少花呀。吃啥呀？你说？谁到了你？我就寻思，我寻。这玩意儿那不吃，不愿吃那玩意儿。你要是有猪蹄子，还能寻思寻思；要没猪蹄子，拉倒，自己搁家炒点菜得了。妈，那你要吃猪蹄子？嗯，这保底吧，猪蹄子。这往上的话，那要猪蹄子，那行，我去买俩就够吃了，是吧？谁让你吃不吃？你要不吃，这么的，我要买俩猪蹄子，那什么？咱们你大哥不也回来吗？得回来吧，让你大哥买几个俩菜，买几个菜，你买几个菜，完我买两个菜。那怎么还得聚餐？聚餐呢 ？A 制啊！你关键呢，咱们镇里头你买也就那点玩意儿，你们搁市里，他不能挑着没吃过的东西。那你要能安排点猪蹄的话，这边我也可以买两菜，对不对？过节嘛，这玩意儿。那行，那安排呗。那我就买俩。那你就这么的吧，你多尽量多买点，你别买俩，到时候我跟你说一个你也吃不着。不是，那俩你。开了剁开了，那一半一半的，那你要买俩猪蹄，你要整个烂了那不够分，那你要去说整两半的，比好几半那能够吃。那我就买俩鸡爪吧。哎呀妈，你可别买那玩意儿，鸡爪子那妈咬牙口不好咬。啊，那行，那就定个鸡爪了。这个大锅炖点啥得了呗？行啊，这不有锅吗？买点排骨，买点豆角，整点。看情况，大哥他们要回的话，咱整点硬实的；要不回的话，就这几个人的话，就意思意思就行。你回来完了就搁这儿炖是吧？行，就搁这儿，就锅有，屋也有锅。哎呀妈，多费劲呢，出来进去的还得拿这个拿那，要不行你就回长回我的回长那去整。回你那干啥去？回家是做完搁我搁长那做完吃就搁炕上烧热乎的。搁炕上做吃呗，那剩菜你还能造两天。你这玩意儿，你这玩意儿做完了，你搁这嘎大风小豪的，你说进屋弄点炕还坐不下。怎么这大屋坐不下你了？不是坐不下我，他不得劲儿。你说要过头两天还行，这两天风大还冷，搁这嘎坐着还冷。这啥？这功夫就找炕头了。那你找吧，你那啥吧，啊不行的话就上我奶奶去吧。啊，对，明天你奶奶还不就不回来了吗？他不回来了。搁那块锅还多。屋也大，完正好我姨奶奶还那啥，自己在家没啥意思。嗯，山奶奶做吃啊，啊，做饭呗，东西拿那直接做了，完大一起就过节了，完事儿啊。你去山那边瞅啥你？啥玩意儿瞅啥？你奶奶搁那秧里抄去，山那边做去吧。
他那边说我干啥？有事啊？一说还往那前瞅，我爱信我这小聪明。你看你还歇，你怎么有啥秘密啊？哎呀妈呀，我还上你奶家还做吃的，咋的？我上你家做吃的，老埋汰了。哎呀，干净。那玩意你搁那做完了，那还有个吃啊？整我奶整埋汰呢？妈呀，那埋汰的。哎呀妈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这放到石头上，这还不倒？你说那埋汰，哎。那天你瞅他看着这孩子，这不他看着睡觉吗？说那天有一天我去了，搁炕上，我这那天我也没穿鞋来，我穿那拖鞋来的。我说那我也上炕坐会儿吧，上炕待一会儿，再看看孩子。啊，这家伙我一上炕，人上去了，鞋沾地下去了。哎呀，那可行啊！整的还行，没把你沾地下，鞋上炕了。那你这都拖鞋，我的妈呀！你说那地下。胶粘呢，我的妈呀，是不是你搁外面踩啥进去了？你瞅外脚挺干的。哎呀妈，那碗都让你刷完了，底下带混汤。混汤不正好吗？下次做饭不用放咸蛋了，不用放盐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自带咸蛋的，带混水的。你说它是干净埋的，那炕上搁那草粪的，头发狼藉的。干净埋的也没耽误人活这大岁数。我可吃不进去，可别上炕。那你自己搁家过呀？简直，我跟你说都咽不下去。哎呀呵，这还简直咽不下去。你嗓子过，嗓子吃去吧，别气他。那你要上你那吃，你就多准备两菜。你要是不行、啊，那我多准备了，我准备三个两个，完你们再拿几个就得了，够了呗，是不？那完再研究吧，完再研究吧。到时候不行，我准备点菜也行。我这么的、啊，我现在我能定下来的，我能出俩菜。你可别整那玩意儿，这全硬菜，全肉菜啊，我能定下来的。啊俩能硬菜，完剩下的全你准备啊！我整个猪蹄子，他整啥呀？炖豆角行，就是行，炖豆角啊，行。你愿吃那玩意儿吗？愿吃啊，那炖豆角也行，豆角猪蹄子啊，这你得准备啊！你要不准备，你这么的，你今天买去，买完之后老马看着之后了，咱就能定死，就明天就回吃，上你那吃。这家伙的还不行！你要定不死的话，明天我那俩菜我也取消了。我到时候去买去，到时候能有。你这么的，你那啥，你那个，我一会儿打电话，我问问猪蹄多少钱，完让他留点，完了你把猪蹄钱给我，你告诉他就两个就够用，要实在不行要一个大点的，这家抠搜，那你一会儿我问问多少钱吧，完了那个你把钱转给我，我咱俩你听着我打电话行不行？完你把钱转给我，我把钱给人发过去，要不你也不会整啊，完这么不就你买完了吗？还得你要明天还得取，我取回来得了啊，我就取了。是吧？妈呀，这咋一个猪蹄子不得一俩？我就骑车就去了呗。不用，我取了，没事，你就把钱准备好就行。你就明天整两硬菜。买干啥呀你？